站立，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叫潘良华哈，我原来是平埔族的原住民，我是住伫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因为我这个姓哈，是清朝的官早期来台湾的时，因为我的祖先无文字，所以伊就问伊的随从讲，这些人拢姓啥？迄个随从就讲，无，因拢无姓。阮的祖先拢住伫水边，因为来要洗物件、洗身躯较方便，所以甲阮祖先讲住伫水边的番，所以姓潘安尼。我是闽南族，拢总有差不多要十族哦吼。我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这个族真少人知影。其实马卡道族是西拉雅吼，台南的西拉雅族的支族，另外一个支族就是伫2009年的八月七日莫拉克风灾灭村迄个小林村吼，因迄族因迄个做大满族，迄个那是西拉雅的支族啦吼。那么马卡道族真侪人唔知影，你可能也歹记，我甲你讲一个方式，你着做好记的。因为谢长廷做市长的时候，有伫高雄市是甲台湾祖先设一条道路，叫做马卡道路。伊拄啊伫个铁轨路吼，迄、个纵贯线的铁路边啊，堪比平行啊。你甲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马卡道，吼、哦、回家来弄的，就爆死的，吼、你就会记啊，吼、好 ，OK， 咱今仔进入正题了吼、因为秘书长。本来这个时间是秘书长讲，因为昨本来迄个事务局因要开会，吼，伫另外迄边个教室，结果因为昨风台高铁吼拢无开啦，所以真侪人无倒来，所以延迟伫今仔中昼咧上课，所以时间抢蹦，所以咱甲闭幕式摕来头前讲，我讲到2:20休困哈，2:30开始换秘书长来阁甲咱上课哈。这台湾民政府的四大主张哈，这应该恁这两天拢有上过啦哈。那么，这个恁来这有较辛苦，因为拄啊停，正电力不足啦哈，电梯也无行，冷气也无多开。其实两年前哈，迄个时阵咱这也拢也无装冷气，冷气这是去年的这个时阵较装的啦。所以阮前一年外哈，拢无冷气，哦蛮热噶。这算完了，讲起来天佑台湾。我今天你来吼，一高铁我落来，我看迄路边的篱笆拢倒去，我来看这树叶啊，个种拢无受损呢。这真正天佑台湾吼，天佑台湾民政府。这我就简单好过啦吼，因为这大家拢知影。你若上网去哩，咱的官网也拢有啦。其实咱即马咱这块土地，就是日本天皇还佫拥有。台湾甲澎湖的主权哈，这个所有权要搁日本天皇，但是美国的总统握有台湾澎湖的占领权、占领管辖权，伊甲这个占领管辖权交蒋介石，伊的部队来甲咱代管哈，蒋介石政府。OK， 咱今麦来看台湾的法律地位哈，伊伫近代主权的变化。这个咱复习一下哈。1895年，日本天皇是依据《下关条约》，就是因中国人咧讲的《马关条约》，从大清皇帝取得台湾甲澎湖，哈。所以咱这个是日本天皇的。OK， 但是1952年，因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日本政府是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这主管的又是日本天皇手里，这就敢那讲咱一个土地，比如讲你的土地，我甲你租，我若跟你签合约了，钱交你了，你就把迄块地管辖治理权交予我，但是并无过户，对不？土地嘛是还佮你的，只是讲租金我若付落了吼，我
潘良华要在电管种什么物件，你都袂使干涉，迄、那个就等于咧地上权交伫我的手里。但是时间若到，比如我做五年，五年到，你若不爱阁做我，你就阁甲管辖治理权你阁收回去吼。所以即卖是日本天皇只是干呐放弃管辖治理权俩吼。OK。那么咱即卖要阁是目前伫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吼，以君主占领中。但是即卖依照台湾管理法，委托由台湾治理当局。Taiwan Authority 哈，这其实就是前的中华民国。现在用的台湾关系法，就是1979年1月7日，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啊，这个断交了，等于就是本来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有中断，所以美国赶紧因的国会去设立台湾关系法。好，最后以4月7日，1979年4月7日。参众议院高票通过，但是追溯到1月1日，把迄个麦克阿瑟的命令等于个衔接起来，好、哦。啊，但是已经袂再去讲中华民国，因为已经堪咪断交，所以美国的国务院发文给因的所有的驻外国的大使馆，还是领事馆，拢讲袂再去称中华民国，干来当讲台湾的治理当局。啊！因个官员，美国个官方个官员，袂使跟中华民国个官员伫公开场合见面。OK， 好啊，台湾有足侪问题，啊，我简单举个几个例，咱大家来探讨。第一个，国家民族个错误个认同。哦，咱台湾人足侪拢甲中华民国当作五国，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咱不是中国人，咱是日本的台湾人，咱的国籍应该是日本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只是因为咱日本战败，旧金山合约生效了，美国要求日本和中华民国在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把咱日本的台湾人，所有日本的台湾人拢视同中华民国国民来甲咱管理，迄是一个便宜形式，哈、哦啊。那么其实咱的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只是被悬置，哈、哦，啊，暂时甲你看当作中国人的国民，哈、哦。所以咱摕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伊是用国民，哈、哦，来甲咱管理，啊，这个唔是咱的国，哈、哦。伊讲，伊拢伫咱个，咱小学咧教迄个作业簿啊，表拢讲写讲，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对吧？我做咱教咱台湾人教咱读个内底讲，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这嘛错误吼。这是伊是为着要甲咱洗脑，要甲咱好通知，甲咱教咱煞变革命共国，安尼伊就较好管吼。这是错误。啊，这买单讲，伊若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我是人，嘛是狗，好、哦，咁是安尼讲这意思哈、哦。狗你甲三国甲清清的西装甲清人的裤带甲拍咧，甲抓来讲要来火箭事务所签身份证，好、哦，伊其实嘛还不是人的位阶嘛就袂使啦哈，好。啊，咱来以2008年单婚林吼来台湾迄个咧吼，另外中华民国因个建设，甲中华民国国旗吼，车轮牌旗啊，拢袂使擦，啊，若民众摕出来擦个，伊拢甲收收起來，有诶甚至搁甲压落灯啊，啊，当粪扫啦。啊，照讲咱日军诶人，咱台湾人应该爱，堪伊倒收倒压旗压落灯甲当粪扫啦，结果毋是啦。日军的人佫煞摕中华民国车轮旗出来咧捍卫中华民国迄支旗啊！人因中国人就无爱啊，啊咱台湾人煞咧捍卫。啊，颠倒因的五千旗伫中华民国这个台北城，哦，因中国全来烫啦，警察甲保护了足好势。啊，即嘛就是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化。
啊，中华民国民进党国民党化去保迄个位，啊，换台联呢，煞来保民进党即位啦。较早民进党拢伫选举啦，各种事务拢有迄个领导议题的迄个能力，即马拢无咧讲要甲咱台湾人带队。即马议事的议题的迄个主要表达能力，煞拢是台联，因敢若三省尔，顶多表现个无输民进党吼。过、okay、来，咱以英国去年伦敦奥运会做例。伦敦本来因的奥运会有甲中华民国车轮机调离遮，啊，强啊抗议，哦，总甲修改，哇，啊，咱台湾人着佫加步啊，佫大只咧捍卫中华民国，吼、哦，对唔对？迄就是拢头共，即68年来，咱台湾人伫因党国教育之下，甲台湾人拢教甲头壳拢破去，吼、哦。OK， 啊，过来你看，即代表台湾的即、這个啊文化的三太子。即今日咧爱台湾，伊嘛去伦敦奥运遐咧发中华民国这车轮旗，都咧表示讲咧爱台湾。好、哦，台湾人伊用洗脑甲变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呀。好、哦，被害，你要说加入被害者，嘛被害了加入加害者了哈、哦。啊，这是真严重的一个问题哈、哦。好，啊，过来，咱先爱了解到底咱是虾米人。咱敢是中国人？唔是嘛吼，咱是日本的台湾人。我头拄讲的，只是咱的国籍被悬置，啊，莫袂记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伊嘛受日本教育的啊。结果那生着我变中国人，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吼，一般美国人娶美国人生的囝一定是美国人嘛。啊，日本人娶日本人生我，讲变中国人。啊，这恁有去考虑到？哦，这都唔对嘛，哈、哦。好来，啊，这咱台湾的先讲平埔，这沿海西平，这沿海这拢平埔族的。咱台湾人的血统内底，马偕病院的林玛丽教授，伊是 DNA 血统的研究的专家。伊研究的结果，咱台湾人。85%内底血液的基因，85%拢是南岛语系的基因，就是南极平埔族的，就是高山族的基因就对了。好、哦，那么你甲看，这个土黄色的这边是高山族的哈、哦，这咱先不讲哈。为、哦、这开始，宜兰遐有克马兰族，啊，阿嘛有一挂凯达格兰族，啊，台北遮是凯达格兰族吧，好、哦，啊，那么。桃园新竹这搭只，就有道卡斯族，哈、哦，啊，过来台中到苗栗这搭，遮就改做后帕仔，哈、哦，啊，这个马布萨、帕普拉，或者加一只就洪雅族，那么台南遮就是西拉雅族，那么马卡道族伫各边地区，这张图无表示出来。这连讲我甲来甲报去，这临时叫我起来讲闭幕式，我未有准备哈。OK， 所以恁家己带里对，恁家己等于看。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讲，你家己的手伸出来，甲稍微弯的，正好一条船呢，这就拢平埔族的象征。过来，你的脚尖脚上尾啊，这支然后鼻唇呢，哦，迄种马卡，拢了平埔族的基因呢，哈。啊！你先了解，你若知影讲，咱是日本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咱是南岛语系的人，你就袂去认同讲我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伫全世界是拢互看袂起的，因为因是上奥赛的一个人种甲文化，吼、哦。OK， 好，啊，咱过来看讲，咱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虾米人？好来。为这开始，哈、哦！中华民国的民进党，伊伫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有讲，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这就是阿扁啊，迄阵要选2000年的总统，伊想要揪独派的票，啊，想要揪中间选民的票，所以伊就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要揪中间选民的票，讲
名叫做中华民国。哦，这是足大的错误。啊，这嘛会再讲，我已经是一个东东五朝以上的男子汉，名叫做阿娇。哦，讲这個意思。啊，如果是一个查甫囝，名叫做女人。哦，讲这個意思。啊、哦，过来，蔡英文，伊是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前主席。伊伫2011年的10月10日，伊要选迄阵代表民进党要选中华民国文政府2013年的总统。那么伊伫高雄市的乐冈公园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这混淆，甲咱台湾人甲中国南南做一个，蚵仔甲番薯南南做一个，搞不清楚。好、哦，这个是作错误的，而且伊安尼讲，等于本来台湾甲中华民国本来是要切开的哦，啊变啊这甲南南做伙去啊，作变中华民国吼，敢、哦、若有台湾的主权，吼、哦、变安尼去安尼，哦所以咱不是也搞不清楚就是安尼，吼、哦，好，过来咱来台湾的地位，台湾的将来。和美国的政策息息相关。那么美国对台湾政策有啥物依据？因总统定咧换人，但是因的政策无变。好、哦，咱主要看，伊是用一个中国政策。哦，啊，这一个中国政策，咱台湾人佫批评啊。啊，阮中华民国呢？哦，伊佫咧捍卫中华民国，对不对？因为全世界包括联合国，伊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哈、哦、啊！所以你中华民国向等于踏出联合国，好、哦，以蒋介石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那么，伊用钱去买一挂小国家，去非洲啦，啊是南美洲啦，啊是这个南太平洋一挂小国家，迄有诶，去国家规国诶，诶人民加起来拢万通诶。啊！因有一届总统来中华民国访问，中华民国官员嘛，真晓派甲安排去中学，还是婴儿有一个秀兰国小，干迄个国小就万几个人啊，迄小学生啊，就比因个国家个国民较济啊，算咧个消遣就对了哈、啊。所以美国个一个中国政策是对个，因为中国是中国，咱台湾是咱台湾。台湾嘛，唔是中华民国，所以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是咱台湾人无清楚，台湾人是咧捍卫中华民国，讲啊，你一个中国政策，啊，阮中华民国走去对，好、哦，这台湾人头壳无清楚了哈、哦。来，过来，美国是以美中三个公报，就是1979年的建交公报了哈、哦，上海公报，甲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哈、哦，以这三个公报。咧看中国、看台湾，咧做事务的，嘿，衡量对吧？过来，美国1979年1月7日所生效的这个《台湾关系法》，这是美国国内法，这是美国的参众议院，因家己无看咱台湾人参详，就伫美国拟定法条通过了，就进行实施。这是美国国内法，因要设立这个法案，无堪咱台湾人参详，进行实施，要实施嘛，免甲咱讲，就实施啊，哈、哦。好，伊主要用这三个，但是伊巧妙的模糊旧金山合约，其实堪台湾上有法律关系、位阶相关的，就是旧金山合约。这个是51个国家伫1951年的9月7日。伫旧金山签署，了上等于呢国家的国会有48个国家的国会有通过这个旧金山合约，哈、哦，这是国际合约合约了哈。位阶较低就是台湾关系法，哦，上重要台湾的两个国际条约就是旧金山合约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约，因为马关条约。是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所签的，
的国际合约。那么台湾关系法只是美国国内法的位置作假、哦、那么有人说嗯啊，台湾不是依据开罗宣言要幸福中华民国，那是一个政治主张，那也是一个政治计谋。那是蒋介石因为他那个日本军一直把他占领整个沿海的省份，中华民国大半江山都那个日本军占领，蒋介石走去在重庆那个雾都、啊、日本飞机要把他炸都看不到，那个都砍掉了、啊、但是美国的情报人员有得到消息说蒋介石派人在跟日本军在讲和，说、啊、就一半江山给你占的好了，准算啊，咱卖去拍啊，剩的这边跌落我蒋介石的安尼啊，美国知影这消息讲，哦，这大条，代志大条呢。因为中华民国起码甲大日本帝国的百几万的日本兵，甲滞留伫中国。你若堪伊和谈了，日本军若撤一半的日本军出来守台湾，还是守菲律宾、守太平洋这岛屿？安尼，美国若要反攻，爱死足的美军，哦，所以罗斯福因设计一个开罗宣言，讲来蒋介石，你来跟我们做伙开会，我给你升做世界五大强国的领袖之一，中美英法苏，啊，我给你美元，我给你粮食，给你武器，你继续来抗日。啊，蒋介石哦，中国人都上爱名呀，就中计啊，就去参加。但是这个计谋哈，丘吉尔因不爱签字啊，丘吉尔不同意啊，所以罗那个开罗宣言是不签字的啊，还是一个政治主张呢，是一个开罗新闻公报，根本啊嘛不是什么宣言哈。OK， 好，啊，咱来分析讲，前个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这个较早1990年迄阵波湾战争第一届发生的时候。伊迄阵是迄阵的破案战争的指挥官，尾啊，伊来做到国务卿嘛，吼，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吼，安尼来看，这个是2004年的10月15号，记者迄个问美国国务卿，伊所讲的讲，台湾，吼，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吼，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呢，因为美国用台湾管理法，这是美国国内法、国内法来管台湾，哈、哦，那么事事行行都要美国说了才算，哈、哦、，OK， 因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即嘛是台湾治理当局的代理中管理中，哈、哦，啊，咱为只看。美国会当用国内法来管台湾，你敢捌听过法国台湾关系法，还是英国台湾关系法？无嘛？是安怎？他拢美国，美国大主大就设立了台湾关系法，哦，所以台湾是伫美国军事占领中，即因为台湾你爱会记的，咱是日本的台湾，啊，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嘛是咱台湾战败啊。啊，就是因为战败一定要割地赔款。哦，你看台清跟日本修建书，甲午战争书割让台湾跟澎湖，因为战争拢有升级，你还敢赔啊？啊，美日太平洋战争，咱台湾是太平洋战区，那么你战书，日本迄阵已经钱开了了啊，所以无钱通去赔，等于甲台湾甲澎湖。当作是抵押品，这个管辖治理权控制在美国手里，台湾的主权暂时握在美国手中。啊，你注意哦，握有不代表拥有。我安怎讲？举一个例，你看伫外口路人，人的情侣手牵手，握有不代表拥有，人不一定要给你啊，那么不一定要给你娶啊。哦，握有不一定，握有。不一定拥有哈，只是所有权证登伫美国的手里，但是所有权证顶管的名字还佫大日本帝国天皇，好 ，OK。美国有讲哦，
台独代表战争。啊，咱落台湾人又搁想唔对啊，讲哦，那台独阿强要敢拍，唔对。啊，你注意看，这个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这副国务卿就算足大，等于台湾的副外交部长哈。伊这2006年5月31日，哈、哦，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佐利克，哦，伊伫参众议院的迄个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讲的哈、哦，让我清楚的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啊、哦。这一个副国务卿哈、哦，这一级美国主要的官员，这样直率，把台独与战争直接紧密的挂钩，这足罕见哈，足、哦、少听人安尼讲的。啊！伊安怎讲呢？伊讲，这是因为，伊讲我甲话讲搁较白咧，独立就是意思爱战争，这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爱来拍台湾，唔是阿强要咱拍，咱来搞清楚哈、哦。阿强啊，看咱坎坷呢，因为甲午战争煞，大清帝国甲台湾偏哦永久，注意哦。永永远远割让给日本以后，咱已经跟那边的切断关系哈。所以以抓头抓尾，中华民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台湾甲澎湖的主权哈。抓头抓尾拢无伊的名。OK， 好。啊，咱来分析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哦，啊，咱来讲，那国家的认定标准，咱来看台湾是唔是一个国家。啊，要。认定是毋是国家，这四个标准你来看：第一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啊，咱一人一人来看。领土，台湾甲澎湖，这个领土谁的？日本天皇的，对不对 ？OK， 毋是台湾国的嘛？啊，这人口呢？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啊，只是暂时这个国籍被悬置。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哦，所以这嘛唔是台湾国的人民呐、啊。好，过来即马这个政府，迄是中华民国政府啊，也毋是咱台湾国台湾人的政府啊。所以台湾国嘛无政府啊。你讲有啊，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有堪咪建交，你甲摕去建交公报出来看，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堪人签的，是中华民国。看人签的，唔是你台湾国去看人签的，所以你外交权你嘛无，啊你这四项无一人有，要安怎做一个国家？莫怪阿扁啊，迄阵选到总统，吼、哦，当年就要用台湾的名义要加入联合国，啊，送件去到联合国的秘书处，都用退件出去啊，好、哦，连看都不爱去看。大概讲，你要来申请先，迄、那个户口面成本要加入。变作一个人，啊！你大概都带一只狗去，你说啊，唔是人，你都还袂变作一个国家，因为联合国是用国家做单位啊。啊！你台湾都唔是国家，啊！你都还佫狗，还袂进化变人，你定要来请身份证，好、哦，讲这個意思。好，啊，咱来看 ，ROC 中华民国跟 CD Chinese Taipei 甲台湾的区别。中华民国1949年已经灭亡了。死去啊！哈、哦，但是伊走来台湾，死蛇活马溜啦！哈、哦，迄、那个马溜伊借壳上市，哈、哦，在台湾要活掉了。但是到1979年，哈、哦，美国啊，1971年，中华民国的代表向踏出联合国，啊，过来1979年，美国堪咪断交，所以这个。ROC 这个名称特别出来，所以只有用这个 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 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d in Taipei， 一定是用这个地方的都市，哈、哦，伊袂使用 Chinese Taiwan 哦，啊、哦，干来咱用 Chinese Taipei， 拄啊像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迄个德国占领，戴高乐将军带因一挂公务员、军事人员。流亡去伦敦，叫做 France London， 伊嘛就干来用伦敦，袂使讲用 France England 哈。OK， 啊，过来，这个 CT 你会记，今年7月3日日本迄个经典棒球赛，因拢
遐棒球员拢写一个 CT 做马骨有无？吼、哦，迄是类似奥运的模式哈、哦。OK， 啊，个咱台湾就堪头前遮是会使讲坎坷呢。即款美国咧讲的台湾，其实只是台湾 authority 台湾伫咧当局，吼、哦，安尼俩，遐、okay. 大家搞清楚哈。哦、过来，是安怎台湾袂使举行公投？啊，变个踮要举行公投，啊，美国就出来动。啊，咱台湾人都作受气讲，啊，你美国毋是号称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啊，民主就是爱互人会当表达自由的意志，吼、哦，来公投。其实美国是讲，这块土地毋是恁台湾人的，啊，这块土地底下伫我手里。啊！你拢唔免问我，啊，唔免问这地主天日本天皇，啊！你就要搞公道，要独立出去啊！哦，你的战争在还袂行呢，人起码以琉球模式，人迄战争在有行啊！哈、哦，琉球模式等下去讲哈。啊，袂使举行公道是美国，因的民意，因有两千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拢咧调查台湾的政治、经济，然后甲民心。恁台湾人头壳无清楚，美国该了解。伊讲呐，何里办公道的温书诶？安怎讲？你甲看2008年，含2012年总统大选，你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拢输呢。2008年谢长廷是输200万票呢。2012年蔡英文是输80万票呢。啊，那外国咧看讲。啊！恁台湾人家己欢喜，甘愿要投一个要统派，要阿强阿统去的马英九嘛？恁家己欢喜甘愿的啊！啊！恁若真正甲办统独公投，咱输阿强阿来出兵入来台湾，世界无人敢阻挡，安怎？诶，恁家己欢喜，恁家己民意的基础所算出来，所以美国真惊，所以家己甲恁当讲袂使公投。过来，美国讲是安怎袂当独立？因为你若要独立，你第一个你爱问日本的天皇要同意无？你这块土地所有权日本天皇啊，好、哦，啊那准讲日本天皇要同意啦，啊你嘛爱去问美国啊，就头拄啊，就安那美国讲独立代表战争，哎、欸、你钱也袂还我，你底下伫我遮，啊你就要给我退转去，你就公道要公道独立出去，无可能嘛哈。哦好，啊，咱来讲，哦，足侪拢讲，啊，咱拢拜关公啦、妈祖，所以咱拢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中国人。好，啊，若拜关公、妈祖拢是中国人，这个逻辑哪会通？啊，若安尼信耶稣拢是以色列人，拢犹太人，哦，拢欧美的人。像美国大部分拢信耶稣呀。啊！咱拢用汉字，拢是中国人。啊！那安尼，那美国人拢变英国人，因为伊嘛拢用英文啊，是不是？好、哦。啊！那拉丁语唔拢西班牙人，伊拢用拉丁文。OK， 好、哦，所以这袂通啊！哈、哦。好。啊，是安怎？咱要成立台湾民政府，哈、哦。啊，这咱以日本的琉球做例。日本伫1945年4月7日。日本的琉球啦，哈，美军去占领琉球，了，因就成立美国军政府，然后成立琉球民政府。现在成立民政府呢，因为美国的军政府这人拢美军，拢讲英语，啊，因开车，韩都路里倒边，啊，琉球人因讲日本话，开车，韩都路里正边。啊！你使吼，都无共用就对啊。啊，拢会一定发生一挂纠纷。啊，有纠纷，唯一个袂通。所以，你若战争占领，拢爱成立一个地方的民政府，由美军去选一挂较亲密的、地方的士绅，成立因的琉球民政府，因嘛有行政、立法、司法，因家己日本人管日本人。要沟通也好沟通，啊！但是因的立法爱送予美军的军政府看，若无违反美军的利益，
美军讲 OK， 好，落去实施。啊，若半中途发现讲有损害到美军的利益，美军会当有迄个高权哦，有权利甲你即条废止。好 ，OK， 这就是爱有成立民政府，吼，他会好好管理啦，哈。而且咱来讲琉球，琉球当初就是1969年，哈，是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落去协商参详。日本政府问讲，我爱阁赔偿你偌济钱，你卡要甲琉球还我日本？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哦，所以美国迄阵，嘛日本迄阵已经经济较好啊，已经有钱，所以甲这条钱交予美国了。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甲琉球拢总还予日本政府，哦，包括钓鱼台，迄阵是美国甲割是伫迄个琉球冲绳的管辖区，哈，哦，内底，所以尖阁群岛的管辖权是伫日本政府手里，哈。哦好，啊，咱来看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以后要安怎？吼，因即卖陆海空军的三军的司令部用裁撤，剩指挥部，吼，吼，剩一个指挥部呢。因即卖21万5的兵力，以后要精简到差不多剩12万人。这着以后，这人着等于咱台湾自卫队，吼，即卖日本的自卫队，就是嘛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成立的，因为当初本来因的日本军拢解散，啊，后来美国算了袂好呢，我美军来遮替恁顾，啊，恁日本人一直发展经济，一直发展科技，哦，一个我高科技的生产遮物件去卖来，我美国赚我美国钱，啊，我美国煞派兵来咧甲你顾，你拢免开军费，安尼袂好，所以准因成立自卫队。啊，美国军事政府来入来台湾了，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就要撤到金门马祖，啊不，还是这个福建的平潭岛，哈。啊，咱是向美国军政府接政权，美国军政府入来了，甲内政部接收过来，叫咱台湾民政府去接管，哈。所以咱未直接跟中华民国去冲突战争，哈。OK， 好，啊，咱来看美军占领台湾的。有啥物法律甲依据？啊，有啥物迹象？哈，啊，这麦克萨1号命令1号，这就是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因所拟定，在1945年8月17日，由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在东京湾，哦，对日受降迄天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湾甲澎湖的一军的投降。注意，命令蒋介石用命令的呢？是什么原因？因为那个麦克阿瑟是盟军统帅，好，啊，迄阵中华民国嘛是算盟军之一，但是蒋介石迄阵干那是中国战区的元帅，但是麦克阿瑟是整个盟军的统帅，所以伊位阶较悬，会当命令蒋介石，你代表民军。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甚至命令北越，哈，哦，北纬16度以北，嘛是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OK， 而且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才有权力来分配盟军什么人代表，伊去占什么所在，去占那个占领区。哈，哦，OK， 好，再，来，旧金山合约，哦。1952年4月28日生效，伊第二条咪是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呢？哈，23条 A 是确认美国对日本，当然日本内底包括台湾是主要占领全国，哈，啊，伊主要占领全国，伊就有高权来处分台湾，而且财产哈。甲土地要予啥物人去管理？哈 ，OK， 好，过来，咱来看新竹的乐山雷达基地，挂美国国旗，啊，这乐山雷达基地是咱台湾人纳税金开到要400亿美迄个台币所起起来，啊，那无升中华民国旗，啊，来升美国旗，
哦，这就是代表讲，美军伊个高科技的设备要设到台湾来监控中华人民共和国伊个军事，哈、哦，伊个部署，还是因个飞弹啦射出来，这个雷达站都拢收会到。哦，伊这射会当射3000几公里，会当射去到内蒙古遐个，哈、哦，所以当侦搜的范围足快，哦，哎，当提早5-6分钟知影因个飞机还是飞弹飞起来，哦，啊，那么这个内部的操作人员拢是美军，啊，伊内圈的这个维安人员嘛，美国人，中华民国伊只是外围做保护呢。啊！伊所得到的数据，拢连线连去到美军太平洋军区嘿舰队的这个司令部内底，太平洋司令部内底，吼、哦。啊！伊若欢迎，就会当有一部分的讯息，予你中华民国的国军去参考。但是机密的，拢因保留掉嘞，吼、哦。钱台湾人咧开，吼、哦。啊，享受是美国咧享受这个资讯。好，啊，咱来讲，到底是对一国咧替咱台湾的渔民咧呼吁？哦，最近2个月前，屏东小琉球这个渔船，一个船长，菲律宾的公务船的人拍死，哦，即马马英九就派基德舰要去呼吁，啊，你甲看这基德舰，顶悬是插美国国旗啊，较下骹却是中华民国的海军旗啊，这代表啥物意思？代表这个国家的军队是许这个咧管的，好、哦，因为呐，中华民国三军的部队伫战争的时阵，伊的指挥权是伫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的手里。这跟韩国同款，韩国平常是无战争，指挥官是韩国人，副指挥官是美国人，是美军。但是若跟北韩若发生战争，副司令官随跳起来做指挥官，指挥权变伫美军的手里。哈、哦，因为其实韩国甲台湾拢是美国军主占领地啦。好，啊，咱来看美国贺电的意思。你看，你若动川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拢爱接获美国的贺电来确认，啊、哦，这正如一般命令第一号，哈、哦，麦克瑟一号命令，和蒋介石料一脉相承。OK， 啊，你甲注意看，2004年319枪击案，阿扁也嘛是动算，哪也唔甘愿霸占凯道，另外咧等美国白宫的贺电，迄、那个心情记忆犹新，好吧？迄、那个时阵拖尾一礼拜。中华民国中选会拢无公告到底是啥物人当选，啊，咱日军也担心，啊，哪样就去霸占凯道。啊，阵阿扁也跟美国在台协会的夏新，迄理事主席交情袂歹，就要求讲，啊，你嘛替我问看是安怎白宫的贺电还袂到，啊，这个夏新就去甲问，结果回答是讲，只要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那搞迄个动算的证书打起来了，我好。喂，啊，这个 OK， 你可能无电啊。中华民国遐外交部的人员，虽然阿扁也咧做总统，但是遐外交部的人大部分拢中国人。伊嘛得到美国的消息讲，那中山证书打去，贺电就随便搞，所以因就派人去为中山会。啊，咱日军呢，阿扁也直接消息就讲，只要打去就会当随有贺电啊。所以男女拢伫中山会。一个要打，一个唔好打，吼、哦！啊，拄啊 QQ 来个玻璃拢渐渐破无，结果嘛就迄、那个注意黄石正有打起来，随迄个哪样拆落，但是打起咧瞬间人相拢去白，传登去美国白宫，半点钟来贺电就到位啊！贺电一个到，
遐拿军呢，就知影讲大势已去，佫乱乱袂落，因为美国应声啊，变啊动算啦，所以乱袂落，就自然就散顾呀，吼。啊，这你就知影讲，是毋是美国，佮是中华民国的头家啊，吼。好，啊，咱佫来做军事基地来对比，菲律宾、摩拉克、嘛克拉克空军基地，啊，佫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琉球有加索那空军基地，佮普天间基地；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啊，以上这个所在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那毋是伊占领地，美国敢敢去甲设军事基地？啊，无美国他无爱去上爱设一个美军的基地，较会无爱去俄罗斯。乌克兰去设美军的基地，因为唔是伊的占领地，伊就无权吼。遮个拢是菲律宾甲古巴，是因为跟西班牙战争了所获得的割让的土地吼。啊，琉球甲台湾是美国战争了的抵押地吼，占领地。好，那么咱以国际战争法的规定，军事占领。得移转主权。哦，虽然你台湾和美国占领68年，但是美国也唔敢把台湾改落去做美国的第51州，吼、哦，因为这个主权要个是日本天皇的，吼、哦，无经过过户嘛，无多。好，啊，咱来伊拉克做咧。伊拉克伫2003年3月19日，英美联军去拍伊拉克。到5月7日，就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的攻击，进入善意的占领区。哈，到2003年5月2日，联合国承认英美联军的临时管辖，管理当局。哈，有这个权力就对了，有这个权力，哈，会当在遐用临时治理当局来管伊拉克。OK， 但是到2009年4月30日。英军首先将其撤军。那么美军是伫2011年12月15日，换美军降级撤军，全面撤军，干那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美国哩虽然开遐侪钱去拍伊拉克，占领吼，差不多8年，料理嘛是爱走，爱撤军。你袂通甲并吞啦，吼！你阁像以色列，伊个加沙走廊，伊屯垦区，伊伫遐共占领38年，尾啊联合国家要求叫伊爱撤军，伊嘛是撤离，共款，拢袂使共并吞，因为迄是人别个国家个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吼。好，那么美国君主政府委托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来占领台湾已经68年，但是咱伫2002年10月2日，林志坚，陪同228人去控告美国，即判决，哦，讲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无家己的政府，台湾人要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美国行政单位爱依据国际法律爱来帮助咱台湾人，好，哦，所以。该组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无偌久啊，吼！美军若入来，咱台湾人会当家己管家己，吼。好，那么这个台湾、南台湾的东海岸，哦，即我2008年去翕的，有水无？台湾真正有水啦，吼！你有爱台湾无？有吼，我嘛足爱呢。好，四季水果物产拢足丰富的，但是人。迄、那个胡锦涛、习近平嘛，足爱台湾呢，吼、哦！伊拢讲，即马拢讲台湾是伊的核心利益呢，吼、哦！吼、哦，即块肉安尼遮肥，食无着，吼、哦，足唔甘愿安尼呢。台湾真正敢若像一个水姑娘啊，人见人爱。1860年的时，美国一个佩里将军，伊的黑船开过台湾，伊就建议。美国总统爱甲台湾占领起来，还是甲买起来？
就像阿拉斯加安尼，甲买起来。结果迄阵美国当咧无用内战，吼、哦，所以无就因内底代志足多啦，吼、哦，内乱，所以无心情去思考这代志，所以无买。你看西班牙人来就去占领，吼、哦，北部，啊，荷兰人来就占台南迄个所在，吼、哦，啊，郑成功也来占，哦，啊，日本人只要有战争了。嘛，占领咱这个所在，所以咱四百年来，拢互人占领，人见人爱，水人无水命，真可惜。啊，咱拢在用做基地呢。你看荷兰人来，伊是一个贸易基地，台湾是贸易基地。吼、哦，郑成功来是反清复明的基地。吼、哦，啊，即嘛换大清帝国来。是捞钱的基地，三年关两年满，吼、哦，拢咧歪钱啊！清朝两百几年无甲台湾好啊建设，吼、哦，连一条铁路都做袂好势，吼、哦。那么到日本政府来，咱比伊南进的基地，吼、哦，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南进基地，因为台湾不战风武，所以有粮食，你若要战争。第一，粮食先要准备好，所以中国话有讲：“吼、哦，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是日本摕到台湾这块宝地，物产丰富，一年收三开，有真丰富的这个粮草，所以伊较敢发动太平洋战争。到换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湾，咱又阁变作反攻复兴基地，咱拢咧做人的基地。所以，咱今仔当民政府成立的宗旨，就是要甲中华民国赶出去。咱以后，咱家己要伫美国军政府的指导之下，咱台湾人管台湾。以后上尾，咱爱像琉球安尼回归大日本帝国。好，啊，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讲到这，以后有机会，再过来过向大家做报告。大家辛苦，多谢，谢谢，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